有说谎，好不精致哦。我何必说谎？你知道的，我对你从来都是不假装。立冬舞比较像是脚软的五月天阿信。我听听看，他说像一个歌手，就这些人，你来猜。Hey boys， 跳什么？看见什么去什么？我已经知道了。Hey girls， 等什么？吃坏烤过没吃过 ？Everybody 认什么？前面那个好像哦。太像了，这一听就知道邓丽君嘛。不是，太离谱了啦！要演戏的林宥嘉。Hey boys， 跳什么？看见什么吃什么？三二一，像不像？像，算像。哎呦，你干嘛眉头一皱？你该不会也踩到你的线？有点踩到你的点，踩到你的线了。Hey boy， 看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去什么？方顺吉嘛。方顺吉，你就是方顺吉在唱林宥嘉的歌啊？干嘛？好，现在大家都觉得像，一起来欢迎我们林宥嘉出场。吴董汉，那这个是唱将，我想哦，模仿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，是基本上本身一定要能唱歌，对，像那个琴心就还好，叫他一直加强，那他强不了，强不了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就强到已经哇，两个有落差，看起来太讨厌了，很棒，两个可以聊天嘛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台北市长。好土，东汉今天就来让我们音纯音乐欣赏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吧？林宥嘉的《别让我走远》。Don't you stay， 多看我一眼，无视我的脸。整个世界在腐烂，腐烂的都与我无关。这黑暗我多习惯，习惯到不再需要看。我曾在黑暗顶端，以为光的距离很短，想去攀又跌下来，我还能不能再期待？ Don't you stay， 陪在我身边，无视这世界任何风雨，靠近我所想前的深渊，让我感觉黑暗里面我真正抓得到的线。 If you stay， 陪在我身边，凝视我的脸，所有狼狈照亮我光线里，别让我走远。哎呦喂呀！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哦。哦。谢谢。哎，立冬，我们刚 cue 你，然后一路上里面我找不到那个进入的点，这首哪有？他刚刚在跟我们讲说这首太新了，选歌的问题。好，来，选歌很重要。淡江魔王，来，你选一首林宥嘉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谎，好不精致哦。我何必说谎？你知道的。我对你从来都是不假装，我哪有说谎？不要啊！请别以为有多难忘，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。
你不要再逞强了。有没有？如果没有比较，还是哎，真的是。请问市长，那这位模仿的怎么样？我看。我看还是吞一万根针好了。我那吞一万根针，那个台大急救很难救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像这个讲，建东老师的声线来讲啊，转音是他，因为东汉很能唱嘛，他那个共鸣掌握得很好，他只有觉得一点点，就是那个。音乐的流动性，林宥嘉是跟着像立冬一样，像水一样那样摆动。对，如果加入一点更像身体的这种律动。但立冬我比较像是脚软的五月天阿信。对，但就没办法，因为他这种表演就让人家笑得出来，对，就成功。对对对，好吧。好，谢谢东汉，谢谢，加油。声音你好，为爱付出风。不可能急着唱了，哎，第一口就唱，他急了，他急了想证明自己。我们只问他你好，喂，喂，出疯狂，我以为他接电话，喂喂，那听听看你的声音，清唱几句来。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。哦，陈山，哎，这么说陈山。声音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特色，嘿，应该跟毕书尽比起来，毕书尽比较好认，毕对被毕书尽厉害，毕书尽对对对。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。三二一，举牌，像不像？是不像的一个状态。他就是很会唱，但是这个会唱，但是这个人蛮有名的。因为我有跟陈势安合唱过，粉丝说他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他是小版的周汤豪。哎呦，哇！在他后面上面，因为他是工人，对，然后在建筑工地的时候，他在唱歌，被人家拍下。你做师傅，他没有伴奏，在那抹墙壁，然后边唱。欢迎刘腾，哎。哎呦，帅哥，小帅哥！哎呀，找出来吗？现在还有在工地表演吗？嗯，现在就是在做物美，做什么？物美，物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跳动，太跳动，我接受不了。工地物美，工地抹墙壁，没有，就是抹，然后变成物美，没有没有，因为女朋友她是在做物美，就是有空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去帮爸爸。对啊，哦，叫爸爸在工地。哦，然后我跟女朋友一起经营一家，就是创业啦，创业。啊，你上次在工地唱是哪一首歌？不在。我的心让的人海，想找谁能把你取代？副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穿过了熙攘的人海，想找谁能把你取代？复制你曾给过我的那种宠爱。谢谢。哎，他自己的声音就对你很有辨识度啊！对对对，本来想带来哪一首歌？天后。哦，本来天后，那变成后天才能唱，没关系，那那我们认识一个好声音。对呀，对呀，谢谢刘腾，谢谢。